阿弥陀佛，大家好，这里是真波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567集的播出。刚刚网络卡机，我重新开机了。现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慧基金刚的心咒，我们先实称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舍瓦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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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他的心咒。嗡俱卢多那吽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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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多那吽惹。啊嗡俱卢多那吽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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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多那吽惹。我们同时做网络的直播分享哦。嗡俱卢多那吽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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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嗡俱卢多那吽惹，嗡俱卢多那吽惹。嗡俱卢多那吽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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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多那吽，嗡俱卢多那吽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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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多那吽。本尊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舍瓦佛。南无本尊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舍瓦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舍瓦佛。南无本尊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舍瓦佛。南无本尊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舍瓦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舍瓦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舍瓦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圣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圣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圣王佛。嗡俱卢都那吽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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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嗡俱卢都那吽惹。嗡俱卢都那吽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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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都那吽惹。大家好，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567集的播出。目前已经上来的同门哦，其中有天空新闻台干部们哦，你等一下结束之后到我们的 LINE 群组，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哦。好，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 ，Alice Dan 哦，公孙梦、刘慧芬、柯丽丽、陈金顺、丹丹丢、燕宁师姐、郑明达、许慧义、甘风丽、Jessica， 还有 Kevin Ong、Diamond。Alice Dan 还有 John Foggy 陈振峰、尤恋佩文、陈乔峰甘波利、亚洲地区同们晚安，黄玉珍、Vivian Day、 Cole Lily， 哇 Alice Dan 开不到，现在开得到了啊。Hen Hen 蔡英文、波瑞光那 Alice Dan 那个周德龙、 Windrow 好，曾玉婷、 Vicky Fan、 Lee Lotus、 叶德善还有 Co John、 李丰富、陈宝玲、威尼郭竹根、朱玉叶Sam Yu、 Mago、 灰蜜俊雄、 Eugenie 还有 Hong Lo、 以心那个丹丹就谢一方、于正红、陈乔峰、 Gudina、 Peggy 还有王林燕，哇大家都上来。 Bei Jie Dan、 Co Lily、莲花秀丽、高王金还有地藏金、蔡耀新、石生卷。好，我们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同时把可爱的音乐稍微关起来啊。那上一集同门留言Richard Jim 不知道的事情，硬称自己知道，是以盲引盲，用佛法的智慧来解决问题，不要造业，不然轮回会不休。好 ，Alice Dan， 大地有六种震动，有动、涌、震、急、吼、爆。忤逆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河而生，五种罪极端罪恶的行为，任何一种极堕无间地狱，又名无明业。昨天的读书会在跟大家介绍如来的六大震动，是不是地震？不是，是用天眼通看到的，是那个天界的震动的法界上的震动。已经说今天捉鸡有点问题，看看什么时候会上线呢。好，甘茉莉，压力人人有，先调整自己的身心，想办法解决事情哦。如果没有，就要看淡，不要执着烦恼跟名利成败。感恩师尊的教导，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六大震动。Rejoin 领悟到即使有多困难，亲人学佛，如果你做到了，这也是能够锻炼你将来劝别人比较容易哦。Lisa Jun， 压力有些是自己造成的。有些事情是环境造成的，无论怎么样都是自己找出这个压力从何而来，再把它疏解压力。世事的岁月沧桑，没有永远存在一个不变的。陈仁和师兄上次变财无碍，谢谢。好，那就是上一集同门的留言了。来这个看看有谁，优美赖、Lisa Lin、尊轩 John， 还有这个那个 Brand 对不对Yuki 你好， Ben Xuan 苏森娟、蔡耀新好，各位同门，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哇，这个星期
这个西雅图时间星期六会有姚慈基牧的蟠桃会同修会念姚慈基牧定会解脱真经。这个星期天的西雅图彩虹雷藏寺将主持，请师尊主持变身基姆的护摩。变身基姆呢，种子字是红色的红字，他的脸特征是他的额头上面有这个七彩的纹路哦。那这个以前师尊在黄帝雷藏寺有传过变身基姆，那这个星期天师尊即将主持变身基姆的护摩，欢迎大家收看。那今天要讲关于瑶池金母的教导的音名，音名呢就是这个佛教的五名之一，一些因果、一些逻辑，都是属于音名啊。因就是因为的因，明白的明啊。你学佛法，你要知道一些因果、一些逻辑合不合那个这个万事万物的道理啊。那师尊一开始讲到说，瑶池金母她的地位是道家金仙，他是大罗金仙，是如来的地位啊，如来的地位啊。那位于西方，西方属金，所以称为金母。道家有五老，五个不是老人家，五个老前辈也不是哈，五佛哈，就木工、金母、水晶、火德跟中土啊，相当于五方佛的地位啊。五方佛就是中央毗卢遮那佛、东方阿处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报身佛跟北方不空成就佛，上个礼拜六师尊讲这个药师佛、东方药师佛，还有东方阿处佛，一体同名，其实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就像师尊莲花童子也是莲生活佛，也是华光自在佛，对不对？那同体异名哦，名字是不一样，其实是同一尊的。好，那瑶池金母是上古的。上古哦，这个是，历史悠久，大罗金仙，所以道家称如来是大罗金仙的哦，可以算是仙王。瑶池金母呢，他的净土就是在瑶池仙境。师尊讲哦，他有两个侍者，两位侍者跟师尊很熟，董双成仙姑，另外一位仙姑的名字，对不起，我忘记了。现在在瑶池金母，那个彩虹山庄有瑶池金母的金身，在那个彩虹山庄的花园那瑶池金母的金身旁边两尊就是他的仙姑侍者，哇，那师尊呢有去过瑶池金母他家，他的净土堪比西方净土一样的美。那师尊呢，是瑶池金母经过他开天眼的，瑶池金母是师尊第一个相应的本尊，那什么叫做相应呢？如果你问相应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自己还没有相应。有人呢，这个问师尊，师尊佛性是不是这个无我？然后呢，这个万古长空无我什么？佛性是这个吗？佛性是那个吗？如果你问出来，你就表示不知道，你自己根本不知道是佛性是什么，所以才问师尊这个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或者拿开悟祖师的一句话，无我相、无人相，任何一句话来问师尊，这个是不是佛性？我觉得你在参的这个过程是很好的，但是呢，师尊有讲过，你所参悟的东西，你要不要去了解？用因明、用分析、用逻辑学来问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不是问师尊这个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了解的佛性并不一样。像一个禅师，他讲东墙打西墙，东边的墙壁打西边的墙壁，什么意思？那墙壁跟墙壁等于你分不清楚是东边还是西边，结果是打破时空的意思。所以他不讲打破时空，他讲东墙打西墙，用比喻来讲自己的境界。你要写出这样子的文字，当然你一定要证道，你不是用想象的。那你说上墙打下墙，对不对？南墙打北墙，那还不是一样啊？换来换去换汤不换药，一口饮尽长江水，这个是禅师祖师的境界啊，表示自己跟天地万事万物那个山川河流完全都融合了。但是要自己实际上证得这样子的境界啊，
不是嘴巴讲哇，讲得很伟大，那这个其实只是嘴巴耍嘴皮子哦，也不是哦，这个一定要禅定真正的正量啊。所以呢，哎，像这样的同门来信哈、哦，有时候我们会建议他看师尊的文集，开悟一片片。嘿，那师尊的最新的书《禅机对禅机》哦，写得要更清楚、更明白，让你能够了解哦。那想知道内容，你可以看什么？看《真佛不二藏》。Lisa Jane KCN 啊，黄世华对不对？啊，建安诶，陈安建诶，米列翁李美娥哦，阿六你好诶，你上来了，座机这次没有主机，买二手，所以会常常宕机。好诶，胡珍怡、龟红凤啊，刘阳秋、吴秀吉哇，释迦行三台，回向师尊长寿自在啊，谢谢 Jada 啊。啊，林伟展，Edwin Lin，啊，丹丹丢，哎，那个莲花旋风三星咒回向啊，好，还有佩文是长寿佛星咒1080回向，好，甘风丽，哎，今天这个礼拜六是伟大的母娘，哎，这个星期天啊，这个礼拜六还是7月17啊，是这个星期天，农历7月18，哎，还是你们香港的日子跟我们不一样，唐丽啊。好，九票一旦林志贤，你好，吴秀吉，Richard Jean 啊，好，我们正火天空新闻台的干部，等一下读书会直播完之后，请到我们的干部群组，有重大的事情宣布哦，很重要哦，没有来参加的你会亏到哦。九票一旦相识，Good evening 啊，Good morning 啊，对，张兰丽，张丽兰，好，Diamond 是上升星座，玫瑰丽，哇，又是早安了，对，黄川义，Sandy 玫瑰丽，九票一旦，还有 Lisa 令哦，等等，还有这个谁，优美赖是玉梅，释迦行，还有上升星座金牛座，大白伞盖水晶金刚的功课，哦，红豆汤是地藏圣号大悲咒。勾财天女的功课，谢谢你。王国会贴来的功课是哇，哎，14个人的功课哦。哎，新闻台的干部加油！好，那所以瑶池金母呢啊，这次下降啊，跟师尊讲啊，什么叫英明？那是瑶池金母是师尊第一位相应的本尊，师尊讲什么叫做相应呢？就是朝朝暮暮，你想你女朋友，嘿，想你男朋友，那个眼睛忘不了他的倩影，倩影又叫欠揍的影子，这是我加上去的。嘿，当初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对不对？你现在想到你的儿子、你的先生、你的家庭，嘿，那个朝朝暮暮的哦，那个相处或者想念，对不对？朝朝暮暮在一起的意思，嘿，好。不只是想念，是整个合一，整个是在一起的。所以呢，以前师尊到这个一个地方弘法，那边的弘法人员，其实身体的气是蛮好像，比如说那个人有生病，身上有病气，那个人每次都在是走在师尊的旁边，嘿。可是呢，我就想说，这样子。如果一个有病气的人走在我们旁边哈，我们有灵觉的人会感觉哇，这个头会觉得晕晕的，那个人的病气很重，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师尊去弘法的时候，全身的灵气充满得非常的强，到那个有生病的人的身上，后来那个人的身上呢，也有师尊加持的那个灵气在上面哦。所以呢，师尊说他常常跟他的本尊在一起。所以在跟本尊在一起才有这种力量。有的人是敏感体质的，哦，大家上次我那个谁生病了，跟他在一起，他马上就全身不舒服的，哎，那要怎么样才能够突破？你就是要修到好，跟主尊相应，嘿，或者你懂得去化解、去超度也可以哦。那师尊是讲说相应啊，就是朝朝暮暮在一起了。很多庙供奉瑶池金母都是老母像、中年像，其实瑶池金母没有那么老，越上古的大罗金仙越年轻。师尊家里供奉的瑶池金母是16岁美少女，哦，这是跌破大家的眼镜了。有人问说为什么？师尊讲大罗金仙
本无相，其千变万化，世间上的人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我的瑶池金母美若天仙，无法形容。那师尊接下来要讲重点了。很多人问卢世尊，为什么好人往往寿命不长？为什么好人常常生重病啊、受折磨？昨天跟大家讲那个 Coco 师姐，她也是很善良的义工啊、因为癌症而往生了。好人为什么寿命不长？为什么好人往往受苦？好人为什么被欺负？好人为什么恨死啊？意外死亡的？这个人都做很多善事啊，怎么会就这样子就走了呢？师尊支支吾吾也答不出来。像、我们台湾南区华光、的会长是邱正义师兄，做了很多的善事啊，却是好像是车祸亡生的。好人为什么不长命？红颜薄命哇，有的人是红颜薄命的，师尊很难答得出来啊。这个其实是因缘果报的问题，就像是哇蜘蛛网一样，嘿，这个纵横哦，就是七横八竖的，让你一时聊没有办法讲。有的时候因先来，有时候是果报先来，所以药师金母就解释了因缘果报有很多的原则。第一条，善有善报，是善的因先出来，他行了善，做了善事，哇，马上。家里就改变命运了啊、这个善有善报，第二个恶有恶报，做的坏事也是这个坏事的因果先出来，所以恶有恶报，这是，但是每一件事情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还有第三种情况，小善大报，你做了很微小的善事，但是得了很大的福报，对不对啊、善，因为这个善事的因一下子就长成大树哈。曾经有人呢，在这个好像河边哦，那捞到了一尊金身，是谁？莲花童子的金身，他也不知道，他就把它供在家里面，天天供，天天拜。有一天，他的儿子生了一个病啊，那他们呢就去求这个莲花童子，结果他孩子的病就哇，本来医生都看不好的，居然就好了，在写在自尊的文集上。所以呢，你觉得是小小的善事，可是呢，却帮助这个家的人，贫穷的家人，解决了他孩子生命的问题，是不是小善先报，对不对啊、还有呢，小恶也会先报，这个又是一个因果，也是恶因成具数，对不对？做了一点点的坏事，结果那个坏事就先出来，好，那再来呢，善无报，第五个善无报，第六个恶无报哦。那个因为你做了善啊，做了很多的善事啊，又布施啊，又做义工啊，然后呢又念了很多经咒，可是这个是常常有的哦，常常同门写信来说伟大的世尊，我念了经有多少，咒有多少，善事有多少，可是这个为什么没有改变命运？他都不晓得他做过去是做了多坏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在师尊的文集里面有。所以呢，万一你做了很多善事，那果报还没出来哦，这个福分还没出来，你不要气馁，因为呢正在消你的业障也不一定哦。好，那有的是做了坏事他也没报。对不对？那这个八卦是非，然后这个贪嗔痴，我们的政党里面骂来骂去哈、给人家抹黑讲是非，对不对？你看他也没报应，那你要这样想，这个都是因果。他过去是他做了很多的善事，他现在还在享受享用过去世的福报，那他这个恶报呢，将来还是会报应的哦。所以你看这个佛家的英明哦，不是马上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有的时候会先出来，有的时候会晚出来哦，因为它还牵涉到前世的因果。还有第七个是善有恶报，一个是恶有善报、行善做了很多的善事，结果哇，家里面什么出了车祸，谁又断腿，谁又住医院哦，也有的哦，因为呢。他行了善，这个善以后会报，可是他过去世的恶业先成熟了，还是要还人家。所以呢，你虽然行善修善了，
赶快修法，然后呢，要念灭定业真言啊，念地藏经，或者呢，所以人不要以为自己现在一帆风顺了，就以后都千秋大业，一切都可以躺在床上睡觉，高枕无忧，是不是？高枕无忧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其实不是的，哪一天无常会出现，自己的恶业先出来，行了善，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很厉害的，所以有人说，慧觉上师，你做了网路这么多，那你这个一定就是会有很大的成就。我告诉你，我自己都很难保证，我哪一天我自己的无常先到，你们不要觉得啊，慧觉上师做了网路，然后呢，读书会直播，然后又推广文集啊，也会做这种业报啊。所以呢，做善事没有报应，没有好的报应，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有时候是恶业先成熟，过去世的恶业先成熟，所以我们要怎样警惕无常，然后要这个对自己过去世的或这一世的要常常忏悔，要常常诵戒。所以师尊传下的什么愤怒尊的百字明咒，还没有来信求摇冠的，赶快写信到回信中心啊，常常忏悔啊，那不要办理。不要被你过去的业报追上了。万一你被过去的业报追上了，你也不要很伤感，不要觉得说你做了很多的善事，怎么会这样子？其实都在还业了业啊。那还有呢，这个最后一个是恶有善报哇，这个有的人还会真的是很不平衡，这个人已经很坏了啊，又害人又恶。又那个，这个又动心机，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认为他是自己是对的，又有邪见，做了那么多坏事，怎么善事善的这个果报又先到呢？他过去是，你哪里知道他有救过人，他有布施，他有行善啊，那只是这一世没有遇到好的因缘，他在行恶啊，但是过去世的善先报了。哦，其实呢，都还是善恶皆有报，哪一个先成熟，就哪一个先历经的。不过呢，我告诉你，都是像一场梦一样。我们呢不要执着善恶因果，我们要超越。最主要还是要修到自己的无我，自己的无心比较重要。那药师金母在这一篇就讲到因果循环之理。药师金母说，这些原则是由念头或者行为是善是恶，如同种子的播种所出生的八项原则。你看，你把这个种子抓一把，撒在这个泥土上，对不对？是不是每颗种子都同时长出来？就算种子长出来，有的会长高，有的会长矮。那个燕子妈妈生了4颗鸟的蛋，对不对？是不是每个燕子都长得一样吗？有的大只，有的小只。那你说你妈生了你4个小孩，也不是，对不对？每个都不一样，各有因果的哦。我那天在彩虹山庄看到那个墙壁上，那个高高的墙角上一个燕窝，这个4只燕子，对不对？哇，比较会叫的那个特别大只，特别壮。比较吃的少的那个就比较小，还有那个躲在后面都喂不到的，哇，小小的一只好像营养不良啊，对不对？同样一个妈妈生的，每个都不一样啊。所以药师金母说，善报恶报都有先后之分，又有多世的因果，又有三世因果。药师金母讲，好人受苦是因为前世的恶业的因缘先到，那坏人享福又是因为他前世的善因先到的缘故。又说善无报，恶无报，是因为善恶时候因缘果报还没到，如果因缘具足了，一定会报。药师金母又讲，因缘果报真的是错综复杂，一般人是不会明白的，只有宿命通的人才会明白。药师金母又讲，每个人的因因果果有百世、千世、万世，
只有佛才能够知道。我说啊，师尊讲这个就是因明，因明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师尊，哎，他是阿弥陀佛转世，莲花童子转世，那他应该还是金汤匙出世，对不对？应该是这个一出生家财万贯，然后出门有礼宾车，那醒来那个仆人帮你穿衣，然后那个刷牙，那个服侍，对不对？那个有钱的富豪应该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结果没有，师尊家里是最穷困的，而且他当大哥还要为全家来扫地、洗衣服啊，在年轻的时候，在当他小孩子的时候，哇，这么苦！原来师尊在过去世也造了一个因果，那以至于影响到这一世，一出生的时候啊，历经种种的辛苦哦。好，那个来我看看同门的留言呢，好。哦，这个谁呀、啊？就Lotus Joy， 好，我们集气回向师尊，等一下就嘎波啊，陈继才八九帝王蟹哈、那个好，你们留言你们聊天的我就不报了好，所以说到因缘果报这回事呢，有现世报、隔世报、多世报，但是你仍然不明白、搞不清，喜欢看现世报可以警惕世人，因为要吃金母讲啊，还有师尊讲要宿命通的人。还有有时候要证得佛的果位的人才会了解啊、好，再来冰娟 Sky Ming Lin Win 林贵芬啊，马杰尼玛吴宇轩啊，那个谁丹丹丢 H Jo Hyung 啊，陈慈长啊，以前其实这些因果是没有错，可是我曾经看过有一部蓝色蜘蛛网的一则故事，最后主角的忏悔，再加上旁人一直说要原谅，原谅得了吗？好，李平 Richard Jun， 我们所做的善恶都会成长成一棵大树，或者先善报，又或者先恶报，不要气馁，继续修行啊，修法行善，肯定可以改变命运。证明答案，好，有事情啊，徐慧玉、周威利、陈默、哈甘佑陈英泰、Lisley 修金丹爱丽丝赞说前世因今世果那苏建家说这是前世的因果。汪晨杰、以心下次买主机。张妙柔、李正国那个 Richard Jun 多修四家行也可以净化气脉，不良的磁场好。那还有丹妹妹莲花会分50遍的高王经回向陈宣荣阿英旭张妙柔、廖金蝉师姐。Jan Mandy Kelly Brana 莲花童子的咒108 Sally Go 那个 Alice Dan 瑶池金母帮师尊开了天眼，就可以看见自信清净、自信佛性好还有这个丹妹妹你好上司有礼物好那个谁徐于桥邱胜利陈邢义松胡小丽公风微风哇会上次手机稍微会宕机我的这个因为这里的目前还好许慧真的今天你去灵堂上香你是同学因车祸往生，在学校的模范生，现在是学校的好老师，觉得很惋惜好，已经到，所以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因为过去是造成的，那这辈子真的要行多善业，对，没错哦。Lotus Lee Angeline 我们的小朋友上师心咒108遍哇很棒哦Angeline 你有没有发觉你念了多少功课呢？我们来给 Angeline 加油，还有给各位同门加油哇 Angeline 还有大家非常的棒，我们一起念经咒回向师尊早日回到台湾，回向请佛住世，回向自己的业障消除，让我们在读书会都在莲花童子的光明照耀之下非常快乐。好，那我们呢，反正大家呢，多多做功课都非常的棒，彼此鼓励精进，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要播放，我们要来唱华光自在佛祈请根本传承
放光出走，按下去。南无花光自在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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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花光自在佛。上师，愿世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希望世尊早日回到我们台湾，台湾空气 PM2.5 早日退散。然后顺势我们回到台湾，跟我们大家在一起。好，我们跟大家介绍下一篇文章《婚后进行曲》。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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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门，结婚的举手，还没结婚的举手。我是没有结婚的。好，有一则笑话，小美问妈妈：“妈妈，将来我如何找到伴侣？”那妈妈说：“投缘的。”妈妈，头扁了不行吗？哈哈，头圆是，你跟他比较有缘分的，对不对？头北头南头的头啊，缘分的缘是头圆，不是头圆圆的。啊，这是一个笑话。有个弟子问师尊：“卢师尊，我如何找到伴侣？”你看师尊哦，要包生囝，还要包结婚的，哦，包超度的，包那个发财的，什么都包，对不对？哇，结婚也要找卢师尊，师尊讲投缘的。弟子问：“为什么我的缘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啊？”如果你们要找缘分哦，那你们可以写信到回信中心跟师尊要一道符。叫做婚姻极致符，但是已经结婚了就不要婚姻极致符，你就变桃花了。有的师姐说：“师尊，我的先生喜欢别的女生怎么办？”我们师尊有正桃花符，就是掺在那个汤里面啊，跟水里面那个果汁里面的那个桃正哦，就是正住的正啊，正桃花符。喝了之后，你先生就不会有桃花了。当然，你也要用功的念经、念咒、回向啊！哇，同门贴了功课啊！玛吉尼玛释迦行，玛丽之天，长寿佛报父母恩咒的功课，玛吉尼玛的张登云是上星座功课，谢谢。John Chen 阿 Ben Lin 哦 ，Alistair， 你结婚了？大妹妹，你在笑什么？哈哈哈！苏仙家林秀英，大家都在笑。陈林真啊，阿 Ken。还有这个谁等等掉大妹妹你们重复的就不用那个。殡葬上师早上好，礼拜六同师尊一起在网络上修法也算修法，是啊，嘿，你专门修也是啊。好，张登云还有MN 这个还有谁的哇阿 Ben Lin 对不对 ？Janice John 问候大家吉祥啊。好，你有举手？徐玉桥也是结婚的啊。好，这个谁？好，林一珍，好，那就是结婚的问题，婚后进行曲。师尊讲缘分的问题，有的找到，有的晚到，有的根本没有，有的根本太多，根本太多的给根本没有的啊。那这个
无怨不成夫妻，无债不成子女。所以呢，这个有的来报恩的，有的来报仇的。不过呢，不管是各种缘分呢，你结了婚之后就要好好的对待人家，把它当成是佛化家庭的，对不对？还是要尽量的度家里的人，有的很难度的话，那你就用你自己最尽忠、尽善、尽美的一个身份，一个相处的方式，让他觉得说你皈依学佛了之后，你真的变化很大啊！本来脾气很暴躁，香蕉里的芭乐，葡萄里的苹果，一讲话啊要生气了。皈依学佛之后，变得很温和，也很客气啊，也很主动，也很愿意帮助你家里的人。哎，来从中来感化你家里的人。你家里的人就会觉得说，哎，你学佛之后有变化很多，哎，这个人的师父是谁？他们也会很好奇哦。所以呢，你要度你家里的学佛，不是用命令的，你全部给我排一排，大宝、小宝、二宝，还有你老公排一排，全部给我皈依学佛，哎，还那么凶的话就不行哦，要更温和的去对待家里的人。让你家里的人感受到你学佛之后真的是改变很多，感动到他们。如果再感动不了的话，你就偷偷的，可以帮家里的人皈依，那也可以这个修上师心咒、佛菩萨的咒哦，高王经也可以观想师尊佛菩萨放红光，把你家里的人一网打尽，清净的净。观想他们全部跟师尊顶礼啊，念上师心咒，观想他们跟师尊皈依，也可以参加修法回向啊，让他们增长佛缘。好，那个师尊就问瑶池金母，哇，瑶池金母，请问这个众生伴侣啊，姻缘婚姻伴侣的问题，瑶池金母讲。缘分到，伴侣自然来啊！但是跟伴侣相处也会有各种的问题。嘿，以前有个法师讲，就像跳探戈一样，你前进一步我就退一步，我前进一步你就退一步，像探戈一样。哦，刚开始结婚甜如蜜，可是结婚之后每个人的两个人的本性都出来了，有乱丢袜子的，有这个。我听说有个日本的太太哦，她把先生的平常的恶行恶状都贴在网络上，比如说用卫生纸用完最后一张留在那边哦，不会去换新的卫生纸筒，那回家袜子乱丢哦，回家杯子喝完了剩一个底，然后那个没有喝完就丢在桌子上。人走了，电上，那个打开，灯还打开，哇，太太气得要死，把这些现状都把它 po 上网，结果引起了网络的回响，大概有10万人按赞，大家说他的先生也是这样，是不是你们男生都这样？这只是一个故事啊，也许有的男生也会很爱洁癖的哦，所以那个。那个婚姻相处的问题哦，真的是要包容，要忍耐，能不能很耐心的沟通？哇，你一个很爱干净的，一个很不爱干净的，一个有洁癖的，一个呢乱丢东西的，哇，两个人在 吵架，当初是怎么谈恋爱的，对不对？大家都掩饰得很清楚，一结婚了，哇，整个原形毕露，对不对？哦，以及说这样子夫妻是很容易离婚吗？好吗？这个坏习惯他难道没有吗？我家是真佛家族，有没来啊？艾丽赛，缘分有早有晚，有的根本没有，有的结婚了也会离婚，有的恩爱一辈子，前世今生，缘分很复杂。好，那个，每个人都有自我想法，两个人要结婚相处其实非常困难。所以呢，各位同门，你们还没想没结婚的，想要结婚的，你们自己要有心理准备。结婚了哦，不同于谈恋爱啊，那个谈恋爱很甜蜜，大家都会表现得最好的。可是呢，结了婚之后，每个人原形毕露，你还要准备去包容你爱的人，包容两个字，爱很重要。哇，你信仰又不一样，对不对？习惯又不一样。所以呢，准备结婚的人，你们真的要学习包容啊，包容两个字，好好的教导你的小孩哦。刚锋利，缘来没法挡，缘分这个事情一言难尽哦。你不要去奢望人家对你好，通常都是你对人家好。
不要奢望环境会为你改变，通常是你为环境而改变。要是继母讲缘分到伴侣自来，但是跟伴侣相处真的很多现象。第一个，刚开始完美、热情、亲密、兴奋。然后第二个阶段，激情淡了，兴奋没了。第三个阶段，剩下方便在一起，反正凑合凑合，反正有人陪着。第三个阶段，第四个，相敬如宾，进来，嗨，你好，嗨，你好，相敬如宾，冰水的冰。第五个，冷战开始，因为习惯不一样，对不对？我要这个水杯是这样子放，另外一个说我要水杯是放这边，为了一个小事情，两个在那边斗来斗去，冷战开始。第六个是不是？第六个互相讨厌对方，第七个分居，第八个离婚。我告诉你，还有呢，连小孩子教养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呢喜欢爱的教育，有的呢喜欢棒打出孝子，哇，你就气死了啊！哦，一个观念就不一样，有的你知道吗？看电视，有的要看女生要看文艺片的，男生要看武打片的，哇，都没有共同点，所以呢，结婚之后两个人真的要寻求共同点哦，对不对？是这样讲，结婚之后要包容彼此。已经我才在我的 LINE 里面被人家当成男生，对方把我当成男生，请问各位，我要怎么解决？那你就那下次你的大头贴哦，你就贴那个女生的照片，嘿嘿，打扮成女生，更用女生的照片好了。我要解决的照片上你就是女生，这辈子就跳错格。上次在去台雷普渡，你有跟继母讲跳错格。好，时间假，两人结婚要互相包容。陈彦宽啊，李教练啊，单身其实也很快乐，对，就像我啊，很多结婚的后来都很羡慕我。Any 赞，婚姻需要互相包容、沟通、互相忍让，婚姻才能长久。哇，呆们用忍的记得要包容放下。你看很多结婚的都在讲啊，Singularity。如果说生前就很排斥信仰，那往生后，我们用我们宗教方式回向，他能够收到吗？也可以啊，我用高王经莲花指折莲花烧给他啊，宝贝婆婆说公公不要，要我别折。没有关系啦，这个你只要很诚心去祝福他往生吉祥，我觉得都可以啊。甘凤丽，原来没法挡缘分这个事情，一言难尽，日久见，每个人都有自己我的想法。两个人要结婚相处，其实非常的困难。好，还有谁？我把男生都当成烂桃花，赶快逃！已经差点被人家当成结婚的伴侣。邱维志，你好，那再讲了哦。所以呢，哇，最后呢，本来有热情，慢慢越来越淡，哇，最后缘分没了。然后是继母又讲现代婚后进行曲，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有的缘分长些，有的缘分短一些，所以呢。社会新闻常常有看到自己的那个婚姻对象劈腿外遇哦，有时候呢是这个家里的那个激情没了，然后那个习惯也不一样，或者纷争了，然后呢外面的诱惑又比较多，就一下子被外面的诱惑吸引，所以呢现代人呢。比较保守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哦，那婚姻结婚证书已经比较不是一张约束的纸张了。所谓这个结婚，我觉得也蛮恐怖的哦，没有办法约束，只是在结婚的当下很激情的时候说 I swear，到最后还是会有无常啊。不过，大家，你是正佛弟子学佛，你也不要担心。如果你真的要家庭圆满，你还是可以多多修敬爱的法哈，那世尊有夫妻敬爱和合符也可以。那世尊有传一个法，拿那个两条毛巾，两个常常洗的、常常自己用的手帕啊，你的手帕跟你先生的手帕，你的另外一个对象的手帕，两个四个角绑在一起，供在观世音菩萨前面，给他念1080遍的。大悲咒可以帮助婚姻敬爱圆满，或者我们的爱染明王咕噜不列，你常常修，
给他供养这个莲花蕊，红色莲花的莲花蕊啊，那给他供养啊，那常常在修，也会让夫妻能够更加的敬爱，更加的包容。就算你发脾气，他也包容你，最好是这样子。好，已经只要为了一点事情，或者是生男生女的事情，都可以成为离婚的借口，还有经济上什么，反正无法跟对方继续生活下去，就是离婚了。就像莫伊，还有 Gary Lotus、王连珍、Susan Jia、音源哦，自有天定，温志龙啊，李云嘉、莲花素秋、高王金、郑伯金、百字明咒的功课啊，还有维文瓜令哦，你是稀有的例子，是被没说的，已经离婚的话，财产、小孩、宠物都要说清楚，还包括宠物。你就念阿弥陀佛，但是也不要排斥姻缘，因为有伴侣也是变成让双方有进步，是看怎么对待感情的，你们自己去判断哈。好，那反正现代婚后娶大半都是这样，有的缘分比较长，有的缘分比较短，能够白头偕老是因为条件。条件是什么？能够白头偕老的哦，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地位上的、孩子上的、趣味上的，还有工作上的。所以呢，师尊曾经接受香港媒体人颜连武先生问师尊哦，那夫妻相处之道，师尊讲哦，到最后呢，都是每个人的兴趣都会不一样，也会争执，也会争吵，那怎么相处呢？师尊讲。彼此要找出共同点，比如说两个人刚好都是皈依师尊，就会谈生活中的新闻，对不对？有共同点，彼此呢喜欢同样一个政党是最好的哦。你喜欢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那个牛诶国政党，马来西亚国政党，喜欢同一个政党的，有个共同点，用这个共同点来常常相处，对不对？彼此有共同的嗜好，喜欢画画的。喜欢欣赏艺术的，改天来一起去艺术馆去欣赏画画，这个共同点，平常吵得要死，对不对？但是，有这个共同点，也会让彼此，就会回到自己，比较以前年轻在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哦，就是那个共同点很重要的哦。好，那瑶池金木讲，爱跟恨其实是同出一个源头，同出于什么？一颗心，爱也是从于。同出一个心，恨也是同出一个心哦。爱通常是被误解成为占有、依赖以前女生比较依赖男生，现在不一样了，有这个家庭主夫。有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太太去上班，先生也会带小孩，也会拖地板，也会做家事，叫做家庭主夫。我是蛮佩服这些家庭主夫的先生，是觉得蛮体贴太太的，也可以哦。所以爱不是只有占有，不是只有依赖啊，其实是也可以互相怎么样？自他互换，对不对哦？爱其实是一种祝福，恨呢是求不得，无所有，不满足，失去了，觉得对方应该要为自己付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辛苦，希望对方为自己付出才应该。如果你是这种心态，婚姻一定会常常吵架啊。所以呢，常常是为对方付出的才是真正的爱啊。那师尊问瑶池金母如何跟伴侣相处？瑶池金母讲，先了解自己跟他在哪一个阶段啊。刚刚有讲到是激情的。快乐的，然后慢慢淡的，然后相敬如宾的，越来越淡的，这几个阶段，你是跟你的那个对象啊，你的配偶是在哪一个阶段？先了解清楚，那再补强啊。那师尊问又能如何呢？瑶池金母讲，为对方想，要自他呼唤，他喜欢乱丢袜子。那你也想想看，他为什么乱丢袜子，对不对？那个一回来啪就丢，对不对？至少你慢慢说，你可不可以丢在一个地方统一收集，对不对？因为呢，他上班真的很累啊，下了班他觉得很放松，他想要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
你可以称赞他，哇，你上班很打拼很辛苦哦，怎么样？然后袜子呢，要丢也可以，那丢在某一个角落要收集比较方便，不要这个一个丢袜子，袜子丢在那边，领带丢在那边，什么丢在那边，哇，到处捡很辛苦。那其中一个位置，可以允许某个范围的，比如说是这样子，就是互相体谅。然后有时候呢，讲话要那么凶吗？要那么严肃吗？有的人讲话，他不是沟通，他是跟人家说教的哦，啊，不应该怎么样，你怎么样，那个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那种对方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是用说教的态度，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压力感。上班已经很辛苦了，回家老婆还说教，这个不对，这个怎么样，没有替别人想，哇，头很大，气死了，好，出去喝酒，去 pub。去让自己放松哦，会反而会反效果哦。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你是喜欢说教的个性呢，调整一下，自他互换，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是白天有遇到了一些什么状况，回来之后他把家当作是避风港啊，所以他会有比较放松的状态。你要去了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当然，你工作上班也很辛苦，对不对？哎，那哎，彼此可以分享辛苦，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哦。好，师尊最后问说啊，为他想，自他互换，这是什么呢？瑶池金母讲，相知、相惜、相爱，彼此调整，彼此要互相的知道，彼此要爱，还是要爱哈？那要去彼此珍惜，那彼此去调整啊。没有对，没有错啊，只有去互相了解，才是这个婚后进行曲。祝大家不但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呢过得幸福美满的真佛家庭生活。好，这个谁胡才啊，Richard Jun 诗人说，夫妻要维持感情，要找出共同的兴趣、共同点。哦，俊雄，你是家庭主妇，你会做家务、做菜、洗衣服，哇，你好棒！这个你应该是很多妇女师姐们很羡慕的对象。Lotus Seed 以前的台湾的这个社会背景哦，男生都是那个比较强、刚强的哦，那个一家之主要显现那种比较刚强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啊，男生为女生做一些家务啊，会受到女生的尊敬。啊，男生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是说，被别的男生笑说，哇，你怎么在做女生的事情啊？其实不是的，女生蛮尊敬这样子的先生的。啊，Lee Julian 啊，哇，上司爱是祝福，不是占有，占有很痛苦，会变成恨。但是祝福是容易放得下哈，M. Kelly、刘春梅、蔡蓉蓉，好久没上读书会，每次都看重播。哦，你今天上来了，Coco John 林秀英彼此有美满的道伴Michelle Lee、Dan Cindy 还有这个 Alison，有的缘分长些，有的短，能够白头偕老是因为条件上、经济、社会地位、孩子、趣味、工作上的对，因为爱孩子，你也爱这个孩子，他也爱这个孩子，彼此的共同点也会成为婚姻维系的一个一个观点哈。Gary Lotus 新歌令，我这个年龄层离婚的很多都是传统包袱及公婆孩子教养原因而成的，你也曾经想过。你要很严格的教导孩子，结果公公婆婆很疼爱孙子，哇！你要打他，结果孩子跑去公公婆婆那边求庇护，哇！你变成坏人，对不对？也会很生气啊。所以呢，你们要生小孩的话，这个真的是要家族要沟通一下。陈一杰啊，李教练，这个不要排斥姻缘哦。好，这个刚刚念过了。老公有钱花，女人应该很配，很顺服老公。那 Elisa 对啊，要先了解他，为他想，互相体谅，忍耐最重要。他吵我不吵，走开一下，大家冷静一下就没事了。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念经最好学懂得忍耐。还有你要用真佛秘法来这个加持，用佛光来加持。
你的家庭和和圆满。好，那 Richard Jean， 金母说夫妻必须相知相爱相惜啊，彼此不断啊，不断的去调整啊，包容对方。哦，大家纷纷发表意见。Lisa Jean 啊，家人相处问题是除了爱护加体谅，否则产生了误会就做成苦恼跟不安。哎，大家都是过来人，我想你们会比我更清楚哈。好，时间到了，我们节目最后跟师尊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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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读书会直播讲到了婚后进行曲那个夫妻相处之道，还是要相知相惜相爱还有相包容，找出他的共同点。瑶池金母讲到因缘，所谓的因缘果报所谓的不是只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先哪一个善的善因恶果那个因缘先来后到的问题那这个呢有说宿命通或者是那个佛的境界才能够了解的。感谢师尊瑶池金母佛菩萨给我们这么好的解答，我们给师尊救命爱死的路亚比布林布林明天晚上10点连胜湖泊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我们空中再会，欢迎大家给我们的网络按赞转贴分享谢谢，拜拜。